我整天坚持做了这个动作来整治我的干干的头发，我再也不用去理发店做 treatment 了。方法很简单，用这个 Ceramide Hair Treatment On 均匀涂上头发，它里面采用神经酰胺的成分，有效在头发周围形成天然的保护，可以避免头发在紫外线的伤害和保住水分。你看，轻轻的，一点也不会感觉到头发重重。这个就是 B2 Origin 的 Damage Hair Rebuilder， 它可以帮助我滋润头发，记得要避开头皮。它可以修复分叉的头发，头发也更有生命力。用了过后，我的头发又顺又亮又滑，一梳梳到底，真的不是夸张。跟你们讲，这个产品的回头率超高的。如果你们像我很喜欢染头发的，敢去买，真的是很有效的。